小心！没事。呀！
先は英仏領事館に近い。何としても外交の衝突は避けねばならん。敵を侮っていた。もし私がいれば奴を切り捨ててやったものを。等等，他们怎么不追了？这里靠近使馆区，他们不敢为所欲为的。哦，看来你早就想好了。是啊，不过我真的没有想到今天晚上会这么凶险。你怎么了？小夏，别伤。刚才那四个人还挺厉害的，打败他们不容易。不过你放心，他们伤的比我重得多。对不起啊，是因为我才让你受伤的。你不用道歉，其实我也想教训教训那几个日本浪人，不然我也不会跟你过来。你真的这么想？真的，不过我不会像你这么胡闹。我。怎么，你对我的行动计划有疑问？我也留意到了景川最近在租界的活动，守株待兔是唯一可行的办法。不过，继续说下去。如果没有提前渗透，或是必须刺杀的理由，我不主张对景川实行刺杀行动。上次我们在火车站刺杀行动失败，上面对我们的工作很不满意，我们必须要做出点成绩，来改变上面对我们的态度。我希望您能慎重考虑。景川到租界摆放商界人士，居心叵测，虽然他带的护卫众多，但是这么长时间一直都是平安无事，哼，戒心肯定大大丧失。如此良机必须实施。是，我会按计划行动。嗯，好，如果这次行动成功的话，我会为你请功的。最近租界内发生了几起针对日本人的刺杀事件，是其他行动组做的吗？不是，上海军统除了我们之外，其他行动组都没有安排行动。那会是谁呢？景川下车，立即动手。是。卖瓜子儿了，瓜子儿嘞！老板，来壶茶。哎，好嘞。瓜子儿。小姐，您慢用啊。谢谢。慢用。卖瓜子儿嘞。下去，明白。
下去，距离沿海门口的人员。嗨。嗯。走开，走开，走走开！大佐阁下是觉得这里不安全？只是一种直觉。见机行事。是小夏刚学的啊，不错。经理，日本军方的井川大佐前来拜访。井川，井川到这儿来干嘛？经理，人已经上楼，马上就到。乔经理啊，陶爷。日本人，我不愿意和他们见啊，我回避一下。那也行，你带唐爷他们到隔壁的会客室休息一下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走。师傅，您坐。阿爸。景川他来这里做什么？日本人一直想重建商会，我估计十有八九是为这事儿来的。我去看看。彩儿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不去就是了。您的意思啊，我完全明白。但是重新加入商会这个事儿啊，我只是一个经理，我做不了主。您走之后，我立刻召开董事会。啊，董事会一旦有了决议之后呢，我第一时间通知您，您看行吗？好，哎，好嘞，那我静候佳音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哎，那您二位慢走。小夏，走，我去看看。小乔，回来。在租界扩大事态，服从命令。嘿，全力保护大佐阁下。嘿，小队，哎，唐爷，外边什么情况？哎呦，唐爷，刚才在外边，我不是送这个井川大佐出门吗？结果有人要刺杀他，这外边刚才打得一塌糊涂啊！哎呦，现在才安静了一点啊。那个大佐死了没有？没有。那个大佐一点事儿都没有，倒是那几个刺客死了好几个，真是太可惜了。你也受到惊吓了啊？是啊，我们就先回去了啊。行，有事咱们改日再聊。行，唐爷，那我就不留您了。哎，外边太乱了，你们几个也小心点啊，慢走啊。大佐阁下，为了您的安全，我建议您最近不要再到租界来。就因为刚才的刺杀，石道君，我倒是希望这样的刺杀对方多进行几次。您的意思是，如果他们肯这样和我们面对面的交锋，
我就不用费心思把他们从暗处挖出来了。今天他们伤了元气，更怕一段时间内不能进行有效的行动。可大佐阁下的安全是我最在乎的。你们是军人，千灵带雨的战场我都不怕，何况是暗杀。行动组全军覆没，如果不是那名枪手的掩护，恐怕我也无法脱身。我会仔细向上面汇报这次行动的情况，在新的命令到达之前取消所有行动。是。你先回去吧。眼睛红了，是不是哭过了？哎呀，行了，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？我敲了呀，你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啊？我有什么秘密啊？你大清早的来找我，有什么事儿？阿爸给你做了衣服。以后这种事情让阿牛做就可以了，何必亲自跑一趟呢？我不是也想过来问问，你什么时候教我功夫啊？这样吧，今天中午休息的时候，咱们在公园小树林见。真的？嗯。好，终于开始了。嗯，这是什么？我画的草图。我鉴赏鉴赏。哎，我说你这人怎么好奇心这么重啊？真是不看就不看呗，谁稀罕嘛。那记得约定啊。知道了，出去吧。好，不看不看。这不错吧？就这儿啊？啊，还行吧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听说你学过一些招式，那就请你展示给我看一下。展示就展示。啊？招式漂亮，动作精彩，可惜全是假把式，实战的时候一点用都没有。哎，我武功虽然不及你好，但是也不至于那么不堪吧？你的拳脚毫无力量，真打起来根本就伤不了对方。那这样，如果你非要跟我学呢，让我回去思考思考，改天再告诉你。哎，等等，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。还有什么事儿？中国的军事顾问冈村正一来到了上海，我准备刺杀他。如果这次行动成功的话，会极大的鼓舞上海人民的士气。刺杀冈村？嗯。就凭你和你的同学？你别忘了，人家是军事顾问，防守肯定很严密的，你们不可能能办得到。事在人为啊，这个冈村罪大恶极，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，我们真的不能这么放过他。首先呢，
寻找对方的行踪，其次呢，寻觅对方的弱点。现在连桥下撤我都没有想到办法，更别说那个港村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试一试。这不是试一试那么简单，一旦出手，立判生死。虽然我不怕死，但我也不能贸然拼命。我还要为我的家人报仇，你明白吗？今天晚上我阿爸要去参加他的欢迎宴会，我们可以近距离的好好观察他。你非要行动吗？以后再也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。行，那晚上我陪你去看看。景川大佐，可尊先生，这位是百乐门的涂老板，在上海的商界是很有名的。认识你很荣幸，冈村阁下你好。这位是无名之辈啊，就不用向冈村阁下介绍了吧。唐先生，你若是无名之辈，那在上海没有几个所谓的名流了。冈村先生，唐先生工厂生产的红木家具在上海那可是数一数二的。哦，是吗？那你要替我好好介绍介绍。好，去。啊，我们一直都是那么做的。你好啊，张探长。一小姐，看你今天这身打扮，谁能想到你是一名记者？张探长这么说，我就当你是在夸奖我了。你们两位先聊，我先过去了。站住！我阿爸是你们邀请的贵宾，我要进去找他。行，没有请柬根本就进不去。他们的治安肯定很严，不过我就在这里等着桥下车出来，我要看看港村究竟长什么样。说的也是，报纸上的照片根本就不是很清楚。是，你要多加小心。放心吧，我会的。大哥，今天你能来参加这个宴会，真是在我的意料之外呀。嗨，没有什么意料之外的，只不过就是参加一个宴会嘛，还景川一个人情而已。嗯，人情？那这么说大哥是欠了日本人的人情了？他救了我的爱徒，还亲自送到了府上。啊，没想到景川大佐连大哥的私事都肯帮忙，那这么说你们的交情那是不浅喽。跟你说了就是还个人情，谈不上什么交情。怎么不请我喝杯酒吗？啊，算了吧，我今天有任务在身不方便。那好吧，我先失陪了。嗯，小姐，跟佛上光喝杯酒。好啊。
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走。小心。孙阁下，是我的疏忽。宴会检查得非常严格，没有想到竟然混进了刺客。这些刺客想要杀我，还得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况且瞧下这中尉刚才的举动，足以证明他有实力保护我。嗨，嗯，这次的行动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我呢？我是站长，没必要每件事情都通知你吧。我眼睁睁地看着咱们两个同志死在我眼前，可我什么都办不了。今天本来就是一场突击战，就是要攻其不备。不告诉你，那是因为保密的需要。保密？你连我也不相信吗？不是不相信你，我已经告诉过你了，这是保密的需要。可是咱们的人牺牲了，这是战争，牺牲是在所难免的。站长，这次的行动假如说提前计划的再周密一点的话，我们的那些同志就会死得有价值。你看看现在，我告诉你，这次行动本来就是整体计划的一部分。我们真正的目标并不是冈村，而是从军统叛逃出来的特务安明清。安明清？安明清是军统的情报处长，他掌握了军统太多的秘密。如果他投靠了日本人的话，我们军统的损失将是不可估量的。而且安明清这个人十分的狡猾，又熟悉我们军统的行事方式，一直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他的行踪。也就是说，刺杀冈村是要引安明清出来。安明清指明了只跟冈村交谈，所以日本人就把冈村派了过来。但是如果让冈村去见安明清的话，那守卫势必十分严格，我们一点机会都没有。但是如果让安明清去见冈村，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布置了。你现在明白了吗？我明白了。为国除奸，牺牲是在所难免的。相对于安明清来说，冈村毕竟是满洲国的军事顾问，日本人对他的人身安全比较重视。他冈村这个人又十分自大，非要坚持住在足界，这倒是给我们的行动提供了不少便利。这应该是安明清自己的主张，毕竟在足界内他还有一定的主动权。我们就是利用他们之间这种嫌隙才做出这个行动计划的。哼，我们已经得到了可靠的消息，安明清和冈村在后天见面，所以后天要不惜一切代价刺杀安明清。确定后我会通知你。
是。司令官阁下，为了保护冈村阁下的安全，希望您能够出面劝说他离开租界，住给我给他安排好的住处。你是一番好意啊，但我知道冈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搬离租界的。冈村这次来还有另外一个使命，那就是要和重庆的一个情报人员会面，他们会面的地点就选在了租界。这不是舍近求远，如果让那个情报人员直接跟我们接触的话，岂不是更有把握？而且就算是跟冈村阁下见面有我们的参与，那成功的把握也会更大的。难道是冈村不想让我们的人掌握那些重要情报？土肥原将军最近受到内阁的指责，他想做出成绩，证明自己有这个能力，所以冈村那边我们要做到保护的本分就好了，其他的就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吧。嗨，谁啊？是我。哎呦，大嫂啊！哎呦，你这是在捣鼓些什么东西啊？大嫂，这个呢，你就不用知道了，是秘密。哼，这么大个人了，还以为自己是个孩子？现在最重要的事是把你给嫁出去。你就算把我嫁出去，我还是现在这个样子啊！更何况我根本就不想结婚。我可告诉你啊，张坤的母亲已经来家里跟阿爸商量你们俩的婚事了。所以你现在到我这来是给阿爸当说客的呀？啊，什么说客不说客的，别说的那么难听。张家呀，和唐家是世交，而且你跟张坤的关系又这么好。所以两家人很看好你们两个的。再说了，人家张坤条件也不错呀，你要是嫁过去啊，你以后一定能过上幸福的日子啊。大嫂，我现在根本就不想结婚。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，你干嘛不想结婚啊？不想结婚就是不想结婚，没有什么为什么呀。哥几个，我有一件很棘手的事情需要你们的帮助。坤哥，有什么事情你就尽管说，兄弟们都是有你的照应才有了今天。哥，大哥说的都是兄弟们的心里话，我们都听你的。是这样，这件事情不需要你们插手，但是需要你们跟我做一个配合。配合？来。是这样，他说的这是什么话？他不想结婚，他怎么想的？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依我看，
彩儿她自己也搞不清楚她对张坤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，所以她还在犹豫。要不我们给彩儿点时间，让她好好的想一想吧。现在的年轻人呢，脑子里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。水月，你和他关系最近，他整天忙忙活活的干什么呢？明天可就指望你们了。谁啊？是我，彩儿。把门关上。关于刺杀港村的事情，你考虑的怎么样？我愿意加入你们的行动。真的？你怎么会那么爽快？你是怎么想通的？保护港村的是桥下彻，并且这些日本人本来就该死。原来是这样。你已经去过国际饭店了？本来是去勘察一下地形，没想到竟然有意外的收获。我可告诉你啊，我们此次的行动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港村了。放心，这个我心里有数。明天早上8点，你跟我一起到国际饭店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他们会听从我的命令。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他们会在顶楼把传单给撒下来，到时候特务就会追捕他们，我们就趁乱进入饭店。出发的时候最好不要在一起，免得给家人看到起疑心。也对。那我们就在饭店集合吧。然后接下来呢？然后我们进入大厅，到前台要一个5楼的房间，这样方便咱们上6楼。有道理。然后呢？接下来呢，我们俩就假扮成一对情侣。一对兄妹，上6楼。那宪兵队肯定会阻拦，到时候你就趁乱引开他们。我就成功的引爆炸弹。这就是你们的计划？有什么不妥啊？你们的行动到发完传单为止，只要能让我顺利的进入饭店，接下来的事情与你无关。作战计划应该由我制定，你应该听我的呀。刺杀任务绝非儿戏，以你现在的能力参与进来只会拖我的后腿，这次计划想要成功，这一点必须听我的。坤儿，好，趁热把汤喝了。这总熬夜工作，这身体要当心呢。哦，知道了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妈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好，你说。昨天我去见你唐伯伯了。商量你跟彩儿的婚事呢。不是，妈，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提前跟我商量一下呀？你怎么还怪上我了？你说说，这几天我白天见不着你，晚上也见不着你。我倒是想找你商量来着，到哪里找你去呢？妈，对不起，我陪您的时间太少了。不过呢，关于我跟彩儿的婚事，还是过一段时间再说吧。这是为什么呀？坤儿啊，难道你不喜欢彩儿了？我当然喜欢她了，只不过巡捕房的事情太多了，等我忙完再说吧。你就是再忙，也不能耽误结婚呐。好好好好，来。您上楼睡觉吧。啊，你看，去吧。哎呀，快把汤喝了。知道，早点睡啊。知道了。哎，这孩子，去吧。
明白了吗？明白，明白。这次的行动不容有失，所以我们制定了两套方案，必须要做到万无一失。在这里，将会有个狙击手，在安明清下车到进入饭店大堂这段距离进行狙击。距离太短，时间仓促，成功的把握性只有50%。这个我也考虑到了，所以制定了两套方案。在第一套方案失败之后，就在安明清进入大堂进行近距离射杀。我们可以在大堂辐射，但是在那里开枪的话，外面的特务都会进来增援，敌众我寡，成功的把握性也不大。这个你们就放心吧，狙击手会给你们最大的支持，用它来压制外面的敌人，并且他会一直掩护你们，直到日本宪兵到来为止。各位记住，我们这次是为党国除奸，不成功变成人，不成功变成人。教练二师，准时在这等我。放心，绝对没问题。8点钟吗？我记成8点出门了。那怎么办啊？我们把计划推迟一个小时不就完了？哎呦，真服你了，你来晚了还理直气壮的。那又怎么样？东西带了吗？啊，带了。不过那边防备那么严密，我们能成功吗？是啊，这件事情总要有人去做的，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试一试。彩儿，我跟你说，进去真是太危险了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鲁莽行事的。我昨天特意去过大饭店，那几个特务认识我，如果他们肯让我进去，你们就不要再发传单了，实在是太危险了。好，那行就这么定了，如果9点整你还没有进去的话，我们准时发传单。好，小心。嗯，我们走。好了，好，走吧。好，同学们走。走，你这个人怎么又不说一声就走开了？时间不是还没到吗？我去买了副墨镜，这样的话别人就认不出我了。嗯，真的认不出了？没错吧。嗯，哦，跟他们约好了，如果我们进不去的话，他们会在9点准时发传单，我们趁乱进去。那些人是干什么的？他们是记者，肯定是采访呗。干什么呢？你是什么人？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？不是我不让你们进去，是因为冈村先生住在这里。为了保证安全，今日不便采访，各位请回吧。我们今天是准备采访英国的威尔逊先生，跟冈村顾问有什么关系？你们无故阻拦记者，妨碍采访自由，我要到领事馆提起抗议。你把名字告诉我。我混在他们里面，看看能不能进去。嗯，怎么不按照计划行事呢？咱们不都说好了吗？
算了吧，犯不着惹他们，派几个兄弟在里面盯着他们，只要他们不去港村先生那边，就跟咱们没有关系。行，让他们都进去吧。是，都是大爷，就我是孙子。走，进去吧。哎，站住！站住！干嘛呢？我跟他们一起的，我迟到了。干什么一起的？我昨天还见过你呢。昨天。行了，张探长的未婚妻，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个门你是别想进了。你认错人了吧？哎，站住！干嘛？又想动手？哼！一会儿行动，大厅内的几个人就交给你。是。你负责安明清的保镖，我来负责安明清。明白。嗯。最近好像日本人经常来这儿游玩。是的。时局比较乱，所以你们记者这份活也不好当啊。是的。我先去个洗手间。好的。等会儿听我指挥。好的，知道了。让大家注意安全，见机行事。干什么？哦，我想去一下洗手间。这边就有洗手间。哦，谢谢啊。不要声张，车上坐的这位是港村顾问要见的重要客人。真的？我怎么没有听说啊？打电话核实一下不就清楚了？那好，你随我到前台来吧。出去！出去！进去！进去！进去！
给我接冈村先生的房间。好的。接通了。哎，冈村先生，我这儿有一个人，说是您的客人。哦，是。喂，村医又名花柳。哎，冈村先生。啊，是。你怎么拦着我们干什么？走，请。怎么回事？请问你是安先生吗？好，请跟我来。原来是你。是我。好身手，居然可以避开我的弓弦。想不到你的刀法也挺快。哎，你刚才明明有机会可以杀了他，为什么不动手呢？这跟你没有关系吗？请放心，宪兵队的人马上就到。还想拖延时间？Ah!
听到没有？你的同伴都被消灭掉了。你要是聪明的话，就赶紧离开吧。没有同伴，我就不会离开。杀我的家人，你说什么？难道你不记得了吗？在南京，你杀了我全家。原来是你，你还活着。告诉我，跟你在一起的那个日本军官是谁？那天在唐家，我应该杀了你才对。说，那几个人究竟是谁？宪兵队已经来了，你跑不掉了。说不说？说不说？让你笑，老子他娘的让你笑！你，大佐阁下，安排人员搜捕凶手。是，给我搜。是。坤哥，赶紧出发。去哪儿啊？国际大饭店。啊？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我这个探长不露面，那也太不像话了吧？村阁下的人全牺牲了，却不是一刀毙命，全部是刀伤。报告，大佐，那个要跟冈村顾问见面的人还活着。
能确定这个人就是冈村阁下要见的人吗？是的，接待他的是侦缉队的黄队长，他确认过，肯定是这个人没错。把他当尸体一样搬出去，然后秘密送往军部医院。记住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准探视。嘿，起身就位。你要亲自负责那个人的安全，不能有任何消息透露出去。嘿。损失了不少人手啊，这和冈村顾问被刺比起来已经算不了什么了。冈村顾问被刺？是啊，我的责任不小，我估计你也少不了麻烦。赶紧去看看吧。大哥，跟我来。你说你啊，你进不去就算了，你在那儿不走凑什么热闹啊？子弹飞来飞去不长眼，多危险呢！我不是凑热闹，我真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办。哎，那些开枪的到底是谁？我跟你说，我不知道那些人是什么人，我们听到开枪就下来找你了。哎，你说你多危险呢？你不应该来找我，你应该照顾好贝贝。你说的轻松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要不是我把你拽过来，你现在肯定被特务抓走了。快点！是贝贝，他怎么被特务抓住的？万哲，我们想办法把他救出来。好，走吧，跟我走。喂，看到了吗？冈村顾问在你管辖范围内被杀，你要负所有责任。是的。嗯，现在不是问责的时候。张探长既然来了，就让他检查一下案发现场吧。三个人应该经历了一番激烈的搏斗，可是现场没有一个弹孔，说明这三个人至少没有用枪械。哎，这一点我也看得出来，用得着你分析吗？有一点很难说得通，我看对方的刀法应该是个职业杀手，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，用枪是最快的解决办法。我们假设刺客的手里没有枪，那他杀了警卫之后完全可以拥有枪支，可他为什么弃而不用呢？这一点证明这个人至少没有军方背景。说下去。桥下社中尉的枪是在门口被发现的，这就说明他跟刺客在门口已经有了激烈的搏斗。那冈村先生有所察觉是因为枪声传过来了，这足以证明有敌人来犯，可冈村先生为什么也弃枪不用呢？冈村阁下一直如此，他武士出身，而且随时有人保护他，所以他的枪里从来都不配有子弹。啊，对，
这就能解释得通了。哦，景川阁下，现场我已经勘察完了，如果没有别的事情，我建议您尽快把冈村先生的遗体运走，记者马上就要来了。多谢提醒。藤治士兵，小心移动冈村阁下的尸体。嘿。哎，大哥，我记得这个国际饭店的通风口，每一层都是通着的吧？坤哥，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了？啊，没事，咱们走吧。哦。谁的点子？你说呢？当然是我们智勇双全的彩儿了。真聪明，这一带我比较熟悉，所以才敢来救你。彩儿，刚才可把我吓坏了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好了，已经没事了啊。贝贝，今天不得不说，今天我们唐汉彩同学的表现，那称得上是智勇双全。别嘴贫了，赶紧把贝贝送回去，我还要回大饭店，有点事情。哎，不是，你疯了吗？现在大饭店那边肯定警备更加森严了，绝对不能去啊。对啊，还有那几个特务能认出你来，你还是不要去了。对啊。哎，不行。哎，不行，不管怎么样，你听我的，你必须跟我回去，那边多危险啊，你回去不是找死吗？最后接待冈村阁下客人的就是你们。是，在下拼尽全力才。我杀他是因为他疏于职守，而你应该感谢黄队长，他为你承担了责任。多谢大佐阁下。你先不要谢我，你我如何处置还要等藤条将军示下。大佐阁下，我看您刚才对探长的态度，您不打算跟法租界进行交涉了是吗？而是利用他的智慧帮我们分析案情，交涉的事情他怎么够资格？再说我们还要请示藤条将军再确定方略。明白。石道君，我觉得冈村阁下有一句话对我很有启发。请问是哪一句？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，敌人是无处不在的，我们要做好随时作战的准备。嘿。咱们的兄弟撤退吧，不用在那边警戒了。坤哥，不用保护现场了。你有没有脑子？现在这样的情况，不是越乱越好吗？啊，您说的对，是我糊涂了。把兄弟们带下去吧，我还要去办点事儿。好，嗯。好了，好了，收队。
下。怎么是你啊？怎么来抓我呀？我要真想抓你，刚刚在房间里面直接把你告诉景川不就得了？要不是刚才我听到了你的声音，你现在都没有机会站在这里了。这么有自信？你开枪靠的是反应，我出刀靠的是直觉。